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小朋友带来一套来自我们这个 Baby Boy， 给我们新生婴儿这个玩具宝宝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睡袍或者是浴袍。它这个袍子的话呢，非常非常大，然后应该是可以适合于我们小朋友的话呢，是在冬天给我们的玩具娃娃呢进行一个这个加绒啊，或者是怕我们的玩具娃娃呢冷啊，或者是怕它着凉的时候呢，给它加了一个小棉袄，所以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厚实，然后质量也特别特别的好，特别的适合于我们小朋友呢是在冬天给它进行一个这种玩耍或者是过家家的一个这种节目。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咯。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的类似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视频，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小玩具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频道，就在视频的下方有个订阅按钮，订阅之后的话呢，就能够直接收看到我们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啦。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